好的，谢谢张先生分析。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刘和平先生，那中方为何倡导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孙建国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会见了十几个国家的防务部门负责人，既包括跟中国一直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俄罗斯，也包括相对中立的国家新加坡、新西兰，甚至还包括了跟在美国后面介入南海纠纷的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这就说明中方正在以非常积极进取的姿态，利用国际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利用这样一个大型会议的场合广结善缘，与所有的国家来进行沟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中国参加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宣介中方关于打造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的重大理念，阐释中方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看法。你又如何解读？我认为杨宇军不仅把宣介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看成的是中方出席本次香会的主要目的，而且主动对外宣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念。那么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就是，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会对美国刻意挑起的海洋安全和争端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但是中方并不会上美国的当，打烂泥巴仗，在争议问题上跟美方纠缠成一团，而是会在更高层面上，也就是从如何打造亚洲的安全治理模式上面来阐释自己的理念和主张。而且啊，这个安全治理模式不是美国霸权式的，是具有亚洲特色的。我们知道当前的亚太秩序是由美国构造和掌控的，这个秩序啊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它带有明显的冷战和意识形态冲突色彩，是以意识形态来划界的，将亚太地区国家分为了对立的双方。那么第二，它带有浓重的军事结盟性质，由美日、美澳、美韩等为主的几大军事同盟基本上是美国掌控亚太秩序的核心，而美国以南海问题作为抓手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带有冷战色彩的亚太安全秩序，这就是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动荡的根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提出的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也就值得大家期待了。好的，也谢谢张军社先生和刘和平先生共同在线分析，谢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海军将派舰艇参加环太平洋2016演习，这是解放军第二次参加环太系列军事演习。中国的综合援潜救生船呢将首次亮相环太。根据安排，中国舰艇编队会于六月中旬在西太平洋与美军的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向夏威夷出发。而深圳卫视记者呢也将跟随中方舰艇对此次演习全程跟踪报道。我们派出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和平方舟医疗船、综合援潜救援船以及三架舰载直升机、一个特战分队、一个潜水分队，主要参加火炮射击、反海盗、舰机协同突击、海上补给、损管救援、搜救救援、援潜救生和潜水训练等科目。根据演习计划安排，六月中旬，中国海军参演舰艇将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与美海军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向夏威夷珍珠港航渡。期间将组织编队队形变化、通信操演、调放小艇、占领阵位、海上补给、应急情况处置及主炮对海射击等科目训练。深圳卫视记者将登上中国舰艇，全程参与演习报道。观察指，中美海军此次参与环太演习在具体科目上有所增加，这体现了中美两国海军加深交流合作的趋势。比如舰机协同突击科目，类似这样的科目需要双方对舰载直升机进行控制，需要高度协同，这样的科目演练有助于双方加深相互了解，增强互信。新的演习科目，实际上美国是摆出了的话一个姿态，既然大家要搞演习，那么姿态就要高一点，有些东西要公开，有些军区呢要开放，分歧归分歧，对吧？合作归合作，那所以我们讲呢，中美之间的话，只有通过频繁的交流、接触、合作，才能够化解的话呢，大家的一些误解。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由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诺拉·泰森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其他主要指挥岗位由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军官担任。此前一天，美国海军也宣布了这次军演更多的细节。演习将于本月30号至8月4号举行，共有27个国家参与，其中巴西、丹麦、德国、意大利是首次参加，
装备方面，包括45艘水面战舰、5艘潜艇、200多架飞机和25000名士兵，在规模上创下历年之最。美海军表示，今年环太军演的主题是能力、反应、伙伴。实战演练项目包括2栖作战、射击、导弹、反潜和防空等科目。本次军演也会致力于提升各国舰艇防御导弹、潜舰与飞机攻击的能力。演习的大多数科目会在夏威夷举行，但是2栖登陆演练的地点选在南加州的海岸线上。在2栖演习的科目中，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将试射鱼叉导弹。在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中美不能合作的领域，所以中美的话呢，合作的话，特别是军事合作，我觉得的话，第一次呢，它是拉开了序幕，带有象征的意义；而第二次的话呢，我们觉得是逐渐走向常态的问题。这次军演的意义的话呢，实际是非同非凡，它是具有的话呢趋势化的意义。中国是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参加环太系列军演，相较上次，中方此次派出的舰艇中多出了一艘综合援潜救生船长岛船。根据中国船舶报的介绍，长岛船舷号867，满载排水量7000余吨，2012年开始服役于北海舰队某防潜救生支队。长岛船最大特点就是配备了多种援潜救生设备和先进的操作系统，综合性强，可以完成大深度情况下的多样化任务。其主要使命包括对水下目标的探测、搜索与识别，救援失事潜艇与遇难的水面舰艇等。该船配备有高频声呐救生潜艇、水下机器人和氦氮氧系统。在执行潜艇救援任务方面，对于在一定水深下由于故障而失去动力的潜艇，该舰可以以深潜救援艇救生中营救失事潜艇人员，也可向失事潜艇提供高压空气，以排出潜艇的压载水使其上浮，必要时还能打捞失事潜艇。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向山东卫视分析，此次演习科目增加了援潜救生。如果援潜的对象是美国潜艇，那说明美国的态度开始变得开放，因为援潜需要近距离接触设备，而美国只有核潜艇，美军通常将其视为禁区。此次军演增加这些新科目，特别是援潜科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的话近距离接触装备，同时的话对于这个援救的预案的话呢要公开。大家呢要共享的话呢，这个援救的措施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往往是美国的一个禁区。这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这些禁区的开放，很明显表现出的话呢，愿意接纳中国。今年的环太军演，中方同样派出了先进的052C 型中化神盾导弹驱逐舰参加，由上次的海口舰变为西安舰。与海口舰相比，西安舰更为年轻，去年2月才正式入列。西安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装备了多套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其中有48枚海轰击9型远程舰队空导弹和8枚鹰击62反舰导弹，1门210型100毫米多用途舰炮，4座18连装干扰火箭发射装置，可以搭载9直升机。该舰性能先进，技术含量高，可以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探测和区域防空作战能力。作为中国新一代的神盾舰，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空警戒和远程的区域防空能力，尤其是它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将为我军走向远海提供重要的一个指挥支撑。毫无疑问，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有助于深化中美军事互信。不过，军事专家尹卓分析指出，从中美演习的科目设置上看，基本以非传统安全内容为主，防空、反潜、2栖登陆等核心科目则主要由美国和其盟国参与。对于美国邀请中国参演又拒绝给予核心待遇，央视分析，这是由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外交姿态决定的，美方希望保持接触。在邀请中国参加同时，他在环太演习里一来是分的3、6、9等的，他在演习里头有个非常明显的政治态度，就是这种一个多月的大型演习，美国不会把它加点都亮在中俄这样的一个他的战略对手面前，主要加强通过环太演习加强他跟
亚太盟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另一方面，军事专家尹卓还指出，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美国是决定中国安全环境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所以中美保持军事合作对中国的安全是有必要的，同时加强军事互信也便于双方贯彻舰机相遇的行为规则。此外，在远洋长时间的演练对舰船装备来说也是一个检验。在海上持续的高强度演习一个月的时间，对任何的舰员训练水平，对你的装备的技术水平会得到非常严酷的一个检验。这些方面如果能够顺利参加顺利完成，都展示说我们是符合远海作战能力的，我们的远海作战能力正在逐步的提高。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退役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那美国海军呢已经正式宣布邀请包括中日在内的27国参加环太联合军演，您对此如何分析？是的，主持人，那我认为啊，中国海军再次参加环太军演呢，这是有指标意义的。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呢，连续第二次参加环太军演，很可能呢意味着中方参演这个常态化、机制化，那么这是最值得关注的。那我们也知道呢，鉴于中美两军目前呢在一些个领域，尤其呢是南海问题上的分歧，那么之前呢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个噪音，甚至呢有人就在鼓噪要撤回所谓的军演邀请。但是呢中国海军如期成行参加军演，我想这意味着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机制仍然在有效的在发挥作用，这实际上呢就牵涉到对中美两军关系现状的一个评估。那在我看来呢，中美两军虽然呢在一些个领域存在着分歧，有些呢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呢中美两军之间管控分歧的机制啊仍然是在发挥作用。那就像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特别分析过，美军航母斯坦利斯号的两任指挥官呢都在接受采访时承认，那在进入南海之后和中国海军啊在海上是保持着全天候的沟通，那么中国军人表现是非常职业的，那这其实啊也是在释放明确的信号。我认为呢中美两军之间现在啊存在着某种维稳机制，那这种维稳机制实际上呢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过程中啊现在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那么随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下周的再次召开，那中美之间的分歧管控恐怕呢会有一个更加强力的促进，那中美在一些个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全球难题上的合作啊恐怕呢又会得到一个助推。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